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忍术的实力，要来考考大家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出火遁好火球之术，卡动卡空之术，弄之子卡蛋哦。哎，会的球迷朋友，等一下一起来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林可要帮我们示范一下吗？来，这边我们先看 Passion Sisters 帮我们火遁好火球之术，最后一定要来一个，哦哟，有练过，有练哦。哦，有点东西，掌声鼓励给他们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球迷朋友，你会火遁吗？来，哇，这个都已经扮成这样了，火遁应该不会哦。OK OK， 如果前面的结印不会哦，后面那个喷火的动作也要给我们哦。来，下一位球迷朋友，有没有会火遁好火球之术的？合格の術。好，这边的球迷朋友，来，四代目也来一个火遁。哦，卡杜，厉害厉害，谢谢我们的球迷朋友。接下来这边的 Passion Sisters 三垒这边会吗？一起会吗？一点就是这是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就又给一个喷火就可以了，喷火。哦，有像火遁好火球之术，谢谢我们的 Passion Sisters 这边来，这位球迷朋友，先来。给我们一下火遁会吗？看一下上面宇智波鼬的动作，给我们一下。卡动，火卡 Q 都机制。好，这边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边宇智波鼬，哇，掌声！哈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白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兄弟，你来说。